Hello， 今天穿了这个花花的，你看这边有 Love 的 Sider 的外套 ，Shop Love 的衣服，还有 Miss Ponyo 的毛茸茸的裤子，很舒服哦。你看我孕妇穿的，非常的有弹性。然后今天呢，就是要去庆祝我妈妈的生日啦。来做一个包包开箱，这是个简短的包包开箱啦，因为就会想跟我的 Chinese New Year 的 vlog 放在一起，然后做个纪念。买到了这个算是全球断货款吗？因为我找代购的几个朋友找了 Paris、London 全部都没有货，然后 Malaysia 的也是完全没有货。And then 我就跟我的 SA 讲，如果有的话就给我知道，我想要在新年前拿到这个包包。然后真的那时候我一问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有一粒好像会来着，然后真的给我在新年前拿到了。其实这 essay 我是在小红书找到它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小红书就是做功课，我想要买这里 bag 嘛，所以我就在小红书看，然后就找到它，然后它超级 nice， 超级好。接下来开箱我的 Dior 包包了，超开心，超兴奋。这个就不要发起了。不舍得开，这有点曝光。锵锵锵锵！哦，就是这个 Micro Dior Bag， 超小一粒，它差不多像我手掌一样。什么都放不进，它就是可以装可爱罢了。它这个是Champagne Gold 的，它里面的容量是这样子，好小好小一个，就是这里啦 ，Micro Lady Dior， 带一下上身效果给你们看哦。这里是有的调节的啦，它这边可以给你带短一点，我现在是调最长的，可以
可以调到最短了，最短的话它就可以这样子呗。这一粒包是好像卖15000，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等等等，因为都没有货，然后等到全部 Lady Dior 都涨价了，所以我这个包买的是，没有记错的话是16000。哦，对了，忘了分享，然后我还有去买了 Dior 的美妆产品。就是他们这个限量款的新年限量款，超级美的，看这个口红是不是很美的 design， 然后是购买400块以上他们会有送新年红包哦，然后还有这样子的，是不是超级美的今年的新年包装，我一看到我就 oh my god， 我本来没有想要买东西了就去买了，是为了他的这个收集他的限量包装，这是新年的天使 SS 送了我这个，这是买 bag 的时候送的，这个是美妆的送的，这是美妆的，然后这个是买 bag 的，你们觉得哪个比较美？这是 bag 的，它是比较暗红色，这是美妆的，然后他们的外面的包装也是很精致，这是 bag， 这是美妆，后面都是这样子。还有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 makeup base， 我那时候一试在手上，我就觉得哇，直接 tone up 我的肤色，觉得还挺好用的。这一支之前我都是一直用 Chanel 的啦， Chanel 的那个 makeup base 也是很好用。这支也是不错，这支的还有几个颜色 ，pink 跟白色好像是。除夕快乐，大家！今天的除夕呢，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就是回去我的第一家，然后去拜年，然后进了 outfit 这样。刚刚叫了我的发型师来帮我 set 个波浪卷。老公 ，Hello， 看一下我的妆，我第一次画这种大红唇哎，然后眼线就是没有画眼线的，我是用眼影拉的，就不一样的妆，今年要变一下，还有我的小 Happy。时间，我去放炮喽！我的狗也。哎，我们要讲新年快乐嘛！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胡子啊，胡子，胡子 ，OK， 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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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打球 ，Hello， 又是美好的一天。我今天给我妹妹穿衣啊，我们是不小心买到同样的款式的衣服，没有讲好了，我们就买了同样款式的衣服，看一下，看看。他在忙好客，我们煮米粉，吃米
爱的。那这边。这把我们就要开车回去。冲跑。要不要都把它。这是我们的家乡。我是老公的家乡。老公脸肿哎。好，这种。正点，妈咪讲初一要吃汤圆的，因为团圆。老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弟弟，恭喜发财！哇！哎呦，来爸爸。哥，那我第一点给好不好？快乐飞飞！哇，这个现实的呢。呀，那是不是放散啊？Hello， 大家大年初二快乐！今天是年初二了，好快，希望新年过慢点。但是今天起来了有点晚，昨天睡不是很好，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拜年，然后也会去我们 hometown 很出名的海口情人桥，就是去看看一下。早的八点半，我吃这个 hometown 的追一个，还有三一包。现在要回去 KL 了，赶去医院。妈咪的新年还没有过，我才过了初一初二，美美的衣服还没穿完呢。而且我初一初二就还没有跟朋友聚到，都是跟家人在聚，所以。我昨天晚上还洗了个头，觉得很期待，因为今天可以跟朋友见面那种。结果我早上就出血了 ，Oh my god， 紧张。来到了 emergency， 现在等着医生来。有点小紧张，但是幸好没有什么痛。现在医生观察了我的胎动，胎动是 OK， 但是我本来需要住院一个晚上，但是因为我家靠近，所以可以给我回去先。但是现在打了一个针，是强 baby 肺的针。明天还要再来打，就是半夜的，但是他说可以等到明天啦，如果没有出血。刚打了一支那个针，超级痛的，真的是无比痛，而且他不是痛一下，还打进去他就开始痛，痛个五分钟到十分钟这样。然后跟 nurse 就一直跟我讲话，那个针打来是给宝宝强他的那个肺的。因为怕随时要出来，然后现在才33到34周，最好是要等到37周是比较最好啦。还有回去再出血的话呢，我就要再来医院了。Hello， 大家初四快乐！然后我就赶回来 KL 了。昨天，今天呢就是立春，然后妈妈讲要下来晒一下早上的太阳，然后就在这里晒太阳。然后等一下就要去医院打第二支
steroid 就是抢 baby 的针。来万佑吃我们的午餐，看完了医生，挨了个针，然后现在要吃个午餐。那我们还有那个小包的蛋挞，一点儿都不好吃。是米包，还有这个是鱼汤。看啊，好多 baby 的衣服，太可爱了。我的是 boy boy， 哇，全部都很 cute。介绍我们买这种。一个苹果。lagi besar sikit lah。买了这个 breast pad， 然后还有这个产后用的卫生棉，还要买哺乳内衣。哇，今天初四，有我的舅母下厨。哇，妈咪今天没有下厨，妈咪 off day， 妈咪今天准备材料，做帮手，做小帮手，看舅母煮的。祝母快乐，今天我终于可以哈哈打扮下去拜年了。今天已经感觉好多了，也没有出血了，但是就是要少走动。等下去 Erin 跟罗德闹的家拜年哦，然后希望宝宝也是在那边。Hello Erin，Hello 罗德啦，新年快乐！我第一次来他们的家拜年。Hello，Hello， 亲我妈妈。红包拿来，小弟就给我掏红包了。红包哎！还有亲我的妈咪 ，Hello， 超多可爱的小朋友。一直在说呀，是在说。你叫什么名字 ？Elise。好可爱呀、啊！你叫什么名 ？Angel。Angel， 你美呀、啊！有顶的那幅照片我觉得很美，我完全是长裤。宝宝讲我没有飞，安慰了我，安慰了我挫伤的心灵，因为我已经从41飞到52了，然后他竟然讲我没有飞，真的，只是肚子大力罢了，其他的都没有飞的。Okay， what you need to say, Jaden？恭喜发财啊 ！OK， 就 thank you， 恭喜发财 ！Enjoy， 看，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什么都没有讲到，我的第一年派红包耶！嗨，我的 vlog 终于出现了小 Hannah，Hannah say hello， 说 hello， 笑笑吗？小米奇，呀看，哎，那个是谁呀、啊？你跟姨姨穿一样拼卡了嘞，不无聊，好聊啊！吃一下，来，坐坐。哇塞 ，Hello， 吃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大家年初六快乐！那今天呢，我打扮了一个复古look，然后等一下呢会去马六家，去 Steffi 的家，终于可以去到他家，我看到他家做到超级漂亮的。这是我今天的 outfit， 大的肚子。要出发前，我们先在车上做一下 test kit， 本来买那个擦鼻孔的，可是他没有 stock 了。所以我
先垫下这个苦水的。耶，我们出发咯。耶，到了 Steffi 的家了。我们先到马六甲了。你是穿得很美啊，我也是有带出穿。我作为主人应该要很美美一点。Hello。Soju Bomb 在韩国生活的时候常常喝，他们就倒半杯啤酒，然后就放筷子上面，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来一个双 Soju， 很像灰酱鱼，然后上面我开点给他沾，灰酱鱼啊，灰酱就是你的那杯拿出来呀，卡在里面 ，OK 吗？好喝吗？好喝吗？这个有很好喝，这个好喝，真的好喝。我们在聊妈妈经。来到一个阶段，我是两个吧。我虽然不是妈妈，但是我也是聊。一起。快呀快呀快呀！快呀快呀，姐姨快呀！姐姨不要，这个对对对，这个现在。这么快结婚？你们猜，姐姨先还是 Steffi 先？是请问先？宝宝的同学姐几岁？免费宝宝，我祝你生产顺利，青春美丽。你讲话。是初八，你们家里有没有拜天公呢？我们家已经准备好了要拜天公。阿比，阿比。